有了可去之处。在我们的营区呢，是一个半开放式的营区，只有一道铁丝网与外界分离开来。当地的小孩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好奇心也非常强，特别是和我们官兵的交流，尤其是我们一批一批官兵，不少小孩学会了中国话。爹娘，再说三遍。三遍。Three times。三遍，你说三遍，爹娘。三遍电能。妈妈不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去玩牛，我们专注一下喂。别打一碗牛，一碗饭吃。再来一个。我韩国名字叫戴布龙。我中国名字叫强国强，我在维和部队工兵连学初文，现在在路桥公主这边干活当翻译。这条路是中国人民政府援助甘古金的布卡武机场路一条过山级公路，这条路总造价人民币是一个多亿，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不好，为这个什么，为这个翻译纠愁啊，这个工作上的交流啊，翻译纠愁。后来我们到了这里才发现，哎，这里当地很多小伙子都会讲中国话。后来我们也打听说，这些小伙子都是中国工兵连的，教会了他们的语言，中国语言。我看过名字叫帕西，我中国名字叫切鲁。工兵连就会说中国话，他名字他叫刘飞。每天从下他给我了打电话，我去那个工兵连那边见他，见他以后我们两个就是说话了，他叫我中，叫我还有我就那个我们看过去那个说西里。现在我在那个我在路桥工兵给他当翻译，当翻译给我了钱，我又给我的妈妈去给。就我的弟弟读书了，他就去给他赚钱。还有如果钱多够很多了，我家里准备开饭了。开饭以后我还想买那个飞机票，我去中国。他当地是那个法语区，还有那个他自己当地话讲的是斯瓦西里语。那我们当时学的都是英语嘛，这斯瓦西里语还有那个什么法语，这都不会。所以说，就多亏了这公民连这些培养出来的。啊，有七八个人嘛，现在都在好几个地方干活呢。我中国名字叫李连杰，然后我韩国名字叫阿玛尼。就我会说中国，我是一个中国领导叫李国彪，他会中国军。哦，中国空兵过来了以后，我们看过小孩很高兴，然后中国空兵对我们好。如果有看过小孩饿了，他给我中国空兵给我饼干给我吃，给我们面包。给我们馒头，还叫鸡蛋。从2003年，有的还是15、16岁，还有的还是10多岁小伙子，就开始跟我们工兵连的学语言。这些小伙子在工作之余啊，还经常跟我们提起工兵连的以前在教他们语言的那些工兵。他对我很好，他东西给我们，东西吃衣服、帽子，他什么都给我们，他对我很好吧。我去下他，然后我看没办法去中国，我不知道中国哪个地方。有中国人给我说中国到达了，如果我去中国，他肯定不知道我在哪个地方。然后我看我没有飞机票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中国。